疫情冲突愈来愈严重，凤城当地政府已经通知当地人，要先穿好三天的物资来应战。那根据咱观光署的统计，咱台湾还有旅行团目前有3团74个人，本住本地遐，即马已经离开以色列，会先安排因飞去附近的国家，再去想办法坐飞机回来。目前的炮火轰炸以色列当地主体大楼和建筑物，都安尼轰摧毁，死伤更加是严重。就伫攻击行动爆发了后，几啊间国际航空公司就直接宣布取消飞往以色列的航班，造成机场状况合理混乱。目前当地当地旅游的台湾作家普阿斯更加表示，当地政府已经发出通知，要居民准备三天的物资，就惊冲突进一步发生。这几天那个机场的状况比较乱，因为很多旅客都要回去了嘛。像我们亚洲国泰的飞机就一直在改班，这两天其实会比较紧张一点，因为政府叫人民要准备3天的食物跟水跟手电筒，因为现在比较担心北边啊，就是那个黎巴嫩真主党那一边，这两天应该是蛮关键。根据观光署的了解，目前包括故障旅游2团加永信旅行社集团，有3团74人会离开以色列加约旦，旅客一切平安。因为原定班机调整，旅行社等安排自约旦回来台湾的航班，针对这件突袭事件，驻台北以色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尤玛亚就表示，目前伤亡人数继续升高，至少300个以色列人死亡，多数是平民。另外超过1800人受伤，超过100人被包括加沙，包括少年人加妇孺囡仔，情况可能。We have not only the right to defend ourselves, but also the duty to protect our civilians and our territory. Yumanga 表示，有部分国际航空暂停飞以色列班机，因为以色列航空颠倒伫全球加开班次，运送以色列人回去。目前伫台湾的以色列社群大约500人，有一挂是后备军人，已经请驻台代表处协助回国，有一挂是家己订机票回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